天使恶魔生存，在这个生存里，玩家会随机变身天使恶魔。恶魔天生拥有100万滴血，还能召唤 BOSS。而天使有两个阶段，第一天使可以拳打哥斯拉、脚踢奥特曼，还能免疫控制。而宝宝阶段，保密。哦耶！我拥有100万滴血，我是恶魔的身份。这下我看谁能打赢我，我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哎，这不臭辣条吗？哼哼，臭小辣，我可是正义的天使，是你们恶魔的克星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啊！笑话，我现在有100万滴血，我才不怕你。嘿嘿，小天使，跟我去岩浆里玩玩吧。妈呀，岩浆我才不去呢，救命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喊吧，就算你喊爆喉咙，也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救！就这呀，恶魔，你这个哪是岩浆啊，分明就是温泉嘛。可恶，你怎么什么事都没有？哼，有了，天使，我还知道更放松的项目，你要不要做？当然要，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比岩浆舒服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地刺，只要站在上面就能享受脚底按摩。地刺，恶魔还是帅的吧，我妈妈喊我回家吃饭呢。想跑？没门，给我下去吧。啊，哈哈，臭天使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。啊，真舒服呀，刚好我学习累了，能帮我放松放松。可恶，怎么可能，为什么你一滴血都没有掉？因为我现在是六翼天使阶段，可以免疫所有的伤害。切，我才不信呢！看我召唤迷你最强 BOSS 时空幻影，毙了你！是吗？看我天使降临！真是的！什么？我的时空幻影竟然被秒杀了！六翼天使也太厉害了吧！恶魔，还有什么把戏都使出来吧！天使打了这么久，都累了吧？我给你建房子，让你休息休息吧。哇塞，恶魔也太好了吧！这恶魔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坏嘛。可恶的天使，竟然有这么强的能力！哼，我先避其锋芒，等天使变成宝宝阶段，到时候他手无缚鸡之力，看他怎么反抗。恶魔，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没有没有，天使，你的房子建好了，你快去里面休息吧。哇塞，竟然是一座黄金豪宅，没想到恶魔你的建筑技术这么好。这床真舒服呀。哼哼，睡吧睡吧，等你生为宝宝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呀。嘿，我怎么变成宝宝了？因为天使在成为六翼天使的5年后，生命到了尽头，就会转世投胎变成宝宝。什么？原来你建房子让我睡觉，竟然是为了让我投胎变成宝宝？哼，没错，臭天使，5年，你知道我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今天我一定要报仇！我劝你不要支持恶国，就算天使成为宝宝阶段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我可是能召唤 BOSS 的。切，我才不信呢！一个小宝宝还能召唤 BOSS， 你就吹吧，看我的恶魔之力！哼，我看你是自找苦吃，年兽三兆出来吧。妈呀，天使怎么能召唤迷你最强的 BOSS 年兽三兆？我大意了啊，这也太强了吧。如果能重来，我也要学天使。其实选天使还是恶魔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你没有把聪明用在对的地方。